在本视频中，我们将以 DeFiU 为例，介绍如何在 Ultima 生态系统的产品里进行注册。进入 DeFiU 网站，在窗口的右上角，您会看到 Sign Up 按钮，请点击它。Smart Pass 注册窗口将打开，这就是进行注册的系统。请填写所有必要的信息，电子邮件地址、密码、确认密码、名字、姓名和您现在所居住的国家。填写完毕后，您还需要同意使用条款。请仔细阅读使用条款，并勾选屏幕右侧的三个方框以同意使用条款。然后请点击 Sign Up 按钮。如果一切正确的话，您在屏幕上会看到注册成功的通知，并需要确认您的电子邮件地址。要确认您的电子邮件地址，请进入您的邮箱，并查找来自 Smart Pass 的电子邮件。如果在收件箱中没有邮件，请查找垃圾箱。点击该信件中的 Confirm Email 按钮。成功了，您已成功在 Smart Pass 注册。您可以通过点击 Go to DeFiU 按钮来转到 DeFiU 网站。如果您对注册过程还有任何问题，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进行咨询。